一台电子产品的可靠性取决于电路设计、元器件的质量和装配时的电路焊接质量。现在，电子设备大都采用印制电路板。由于电路定型，元器件的质量提高，电路的装配焊接质量就成为整机高可靠、长寿命、直接影响整机性能的关键因素。各种电子设备都是由电阻、电容、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元器件组成的。把它们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电路，在印制电路板上装配焊接起来，就成为具有一定电气功能的产品核心部件。我们首先介绍电子产品生产中的电路嵌焊技术，也叫做印制电路板的焊接。首先，我们要介绍印制电路板。低档电子产品大多使用传统的单面印制电路板。印制电路板主要由绝缘基板、铜箔组成的导线、焊盘组成。铜箔上覆盖着一层绿色薄膜，叫做阻焊层。阻焊层只把焊盘露出来，保护其他铜箔导线不被腐蚀或短路。单面板只有一面有铜箔，装配元器件的一面叫做元件面。元器件的引线通过印制板上的孔插到板的另一面，在铜箔焊盘上进行焊接，铜箔导线把元器件的引线连起来，实现电气连接。一般电子产品使用双面印制电路板，双面板的两面都有铜箔导线，导线通过板上的过线孔实现逻辑与电气的连接。同样，双面板的两面也分别叫做元件面和焊接面。电子技术的发展要求电路的集成度和装配密度提高，连接更加复杂，就需要采用多层印制电路板。多层电路板有多层铜箔，被绝缘材料阻隔的铜箔导线通过过线孔实现复杂的连接，完成更加强大的电气功能。在需要动态连接的地方，可以采用柔性印制电路板。柔性电路板可以弯曲、扭转，甚至可以折叠。在采用流水作业方式生产电子产品的时候，第一道工序是把各种元器件按照产品装配的技术标准进行复检和装配前的预处理。不合格的元器件不能上线。对元器件引线可焊性不合格的零件，工厂要进行处理以后才能装配焊接。在插装元器件到印制电路板上之前，还要对它们的引线进行整形，使之符合电路板上位置的要求。引线弯曲应该保持一定的弧度，打死弯容易使引线折断。弯曲处与元器件本体之间应该保持一定距离。玻璃封装的二极管等元器件，在弯曲引线时要注意机械应力的作用。如果弯曲处离本体太近，玻璃材料就可能出现裂纹，导致元器件损坏。大功率的元器件因产生的热量较大，在插装时要和印制电路板的板面保持一定距离，这也可以通过弯曲引线的形状来实现。对于晶体管、集成电路这类半导体器件，往往需要在插装前对引线进行整形，使它们的形状符合印制电路板上导线布局的要求。
插装好元器件的电路板要经过检验，确保没有插装错误，然后才能送到焊接工序。目前，在电子产品制造企业里，大批量生产采用最多的焊接设备是波峰焊接机。波峰焊接机主要由控制系统、传送机构、助焊剂喷雾装置、预热装置、吸槽和排风冷却系统几部分组成。波峰焊接机的传送机构可以根据电路板的尺寸不同来调节导轨的宽窄，从而适应电路板以便进行焊接。电路板进入波峰焊接机焊接前，要先给板子喷涂一层助焊剂。现在的波峰焊设备在喷涂助焊剂时，可以采用经济模式，即感应到有电路板到达时，喷嘴才喷出助焊剂，板子通过以后，喷嘴停止喷雾。喷涂过助焊剂的电路板要经过烘烤和预热，让助焊剂进入活化状态，才能除去焊接面上的氧化物。然后，电路板通过焊锡波峰，把所有的焊点自动焊上焊锡。这种焊接方式就叫做波峰焊。电子产品装配焊接采用波峰焊的工艺流程是：零件准备、插装元器件、喷涂助焊剂、干燥和预热、波峰焊、抢破风冷、剪腿和整理、检验和修补。其中喷涂助焊剂、干燥和预热、波峰焊、抢破风冷是在波峰焊机内完成的。在焊接完成的印制电路板